我之前去莫斯科的时候买的一个我很喜欢的杯子，结果呢，上次我以为洗好了放着，就没想到好像是因为喝了雪碧，然后呢，我以为就是洗干净了，结果没想到啊，我现在拿来一看，天哪，大家有没有看见？就没想到它可能因为很营养，然后又很潮湿，然后有细菌掉上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一个一个都是菌落，哇，真可怕！然后有没有看到比较下面那个毛毛的那个应该是霉菌，然后旁边那个绿绿毛毛绵绵的那个应该是霉菌，然后接下来的话看到一颗一颗的这个黑色的、黄色的、有一点偏橘的、粉红色的，这些应该都是菌落。那菌落理论上就是一只细菌长来的，它在这边无性生殖啊，当然水不够多它也游不走，所以一个一个 colony 就变成一个一个的菌落，那里面的话有不知道多少的细菌。啊，好特殊的景象。